塞，看，知道是团购的玩意，看什么？熊哥看都傻眼，他有多久的脸色？上面那个线可以看，啊、所以他一直回头。他一直回头。因为上面没有那个无线。他才算厉害。你看一次一次吧，你不怕白骨？很多人在看他。他哎、欸，不是超过几分钟会被捞起？等五分钟。等着被打头吗？难道要抓他仰视转身犯规吗？哎、欸，他没有线，这很难转身，所以他是有八百火。八百火。那等一下再两个八百火就1600。脑袋中洗，
他其实已经计划很久了。计划很久。他让你很为难，对不对？啊？没有。他不知道干什么，有没有意义？他或许想要看自己姿势对不对，所以一次有了全部。加油！他跟我说他有八百回合。刚刚谁说的？高宇跟我讲他游完八百回合。所以他这已经计划好了。他什么时候说的？七点多的时候跟我讲。他红灯位置站了一个很多站。很好啊，怎么办？没有看过哎、欸，不知道。可他游完八百就自己有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游？我觉得他自由，什么都可以游。没有吧？也不会吧。没力了啦！前面都开了两桶，真犯规。拍下来真的是太有趣了。我要拍张张张张照片。我找一下大家，大家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别后面那个后面的后面。照照。很认真看他有没有双手竖起来，裁判真的好认真，好尽责，好可爱的裁判。哎、欸，快接到，快接到，快接到！哎、欸，其实还不错哎、欸，九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快没电了。裁判很认真在看他有没有双手举起来。他如果要游完的话，应该来得及。因为如果游完八百，不是大家都要游起来，他也要进去。是啊。
拍完这个相机？没有这东西啊，他自创的啊。王林教练，刚刚怎么有听到有人找你？我选手，你的选手怎么回事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红单会吃几张啊？红单，因为自由式的话就有。重视快要完成了，他会不会起来？我担心了，他不会进去给他在跟我说他有他还有我，看一下地方来的，哎，没有记录，没有记录。他现场电话。